世界科技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新材料的探索、研发、应用，是产业的基础，工业的基石。宝鸡质朴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以特精、特纯、特细、特大、特异来定位产业研究方向，现已成长为中国南熔金属产业主要供应商和方案解决商。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先后研发成功的钨丝绳绕制机、钨丝绳端头承载球及成型工艺、压力阻尼断通器等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作为绿色能源的光伏发电，是世界各国和我国政府都非常关注和支持的新兴产业。随着常规资源的日益枯竭，太阳能发电必将成为能源的主流。单晶硅作为光伏发电主要三大原材料之一，其特点为光伏转护率最高，使用寿命最长。另外，高纯单晶硅是半导体行业原材料的必需品。钨丝绳产品的诞生是为了解决半导体单晶材料以及光伏单晶材料制备过程中遇到的传统软轴的缺陷，提高了提拉软轴10倍以上寿命。质朴南熔研发钨丝绳绕制成型方法，性能指标达到国际标准。